等一下再拿吧。好。这套子要不给他们套起来？要，等一下要一起套。他几幅？哦，就这样子哈。好。好。你放在那右边了，不要跟这个沾到哦哈。要卷一下，那前面的后面都有名字，不用照，塑胶袋不用照，看那个卷轴的就好了。哦，静林的也有哈、啊。对了。啊、你们自己才知道是楼上还是楼下。谁？他来啦，在那边啊。不然的话弄得半天开展很快，这样就好了。我说 FB 很厉害，一发布全部来，好厉害。你的在哪里？啊，你儿子的素描很多张，要有的都收好了，都收好了啊。对，啊、哦，我自己的先说，我再说。对，只要不会掺到。可是那个彭大哥的，到时候都给你。就放着，好，我再带回去。